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倒数第三行，立庄严故，众缘尽灭，无能坏者。这个力呢，是讲的五力啊。前面说过五根呢，五根增长啊，它就产生力量，所以称之为五力。这个五条名称呢，跟五根相同啊，信、敬、念、定、慧。每一条我们都要有相当程度的认识，还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，这样呢才能得到受用啊。第一条啊是性根，那么我现在在此地跟诸位介绍的这个教材啊，是取自于教程法疏啊。那么最近呢，好像教程法疏印出来了啊，这个印的本子很理想啊。那么同学们每个人都可以拿一部啊。只是前面排列顺序差了一点啊，这个是当初我没有注意到啊，都是由这个工厂里面去做了。这一本书啊，展开啊，第一篇应当是序文啊，它有永正的序文呢，用红色的这个颜色印的，那个要摆在前面啊，序文后面呢才能排目录啊。我看现在这个本子目录排在前面，序文排在后面，这个颠倒了。像这些地方呢，这是常识啊，都应当有的。读书人哪里说这个常识没有呢啊，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。但是现在印的数量不多，只有1000本啊，是我们自己用，不对外流通啊，这大家应该晓得，以后要印书的时候要留意啊，不要跟人家看笑话啊。五根，第一个是性根啊，第二个是静啊，后面呢是念定慧。这个性根增长啊，这就是成为力了啊。他的解释：性根增长故，能破一障。心就不怀疑了。我们今天有这个性，有没有力呢？没有力。不但没有力了，可能连根都没有。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怀疑，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古人呢说得非常好，可是我们不相信啊。啊，你看今天这个世界的动乱，人心之坏，史无前例，将来在历史上这大乱之时啊，动乱的根源在哪里呢？如果找不到这个因素，
不能把动乱的根源消除，这个社会怎么会安定？世界哪里有和平？啊，这个根源，古人一句话就说出来了。我们不但是不相信啊，天天念这个话了，也没想到啊。在中国古代同盟念的三字经，三字经前面第一句就是世间治乱的根本。那谁相信？那都是揭露圣贤人的精要的教诲，这是精华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不是把治乱的根源说出来了吗？那个性本善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。原理也两边呐、中道不立啊，这叫至善，这是真善呐、那是圆满的性德啊。所以说性相近呐、性是一样的，一切众生本性都一样。本性里头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具足圆满的德能，所以生佛不二，众生跟佛丝毫差别都没有啊！为什么会有差别呢？后头一句，习相远，习是习惯啊，那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习性就不一样了，所谓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习性啊。因此，人不能不受教育。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教育的目的是教我们亲近圣贤。我们的习性呢，如果亲近圣贤，人不知不觉就变成圣贤了。这是教育的熏陶啊。我们天天跟佛在一起，不知不觉就成佛了。天天跟菩萨在一起，不知不觉就变成菩萨了。天天跟卧道在一起，也不知不觉就变成卧道了。鬼道是贪心，地狱是嗔恚，畜生是愚痴。跟这些人天天在一起，他就染上贪嗔痴，那就变成卧道了。这教育重要。那么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的教育。在家里面，父母叫什么？在学校，老师叫什么？在社会，你天天看的报纸、杂志、电视，电影，这社会教育，它叫的什么？那么再看看宗教，宗教是圣贤教育。现在宗教里面教的是什么？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世间呢，动乱的根源就找到了。
啊，对治就要从根本上着手啊。原来这是个教育问题，所以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讲啊，这不是政治问题，政治解决不了啊，这也不是军事问题，武力解决不了，也不是经济问题，也不是科技问题，都解决不了啊。什么问题呢？教育问题。啊，所以古今中外的圣哲、圣人、神人，他干什么？教育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他不选择其他行业，他选择教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救世救人呐！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选择这个行业，我们是用什么心，用什么志向来选择的？啊，如果也是为名闻利养，那你走的是三途的道路啊，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。啊，为什么说非常重呢？你把圣贤的教育，就这个教学扭曲了。啊，你把圣贤的教诲错用了啊，啊，误导一切众生，这是罪上加罪呀。啊，这个行业是神圣的行业，是大圣大贤的行业，我们要清楚啊！我们没有做好，就是佛菩萨的罪人啊！果报肯定在阿鼻地狱。所以凡是有智慧的人，决定不会劝人出家他如果将来修得不好，打着佛法的旗号做贪嗔痴慢自私自利的勾当，将来堕阿鼻地狱，劝人劝这个出家的人说他要负因果责任啊，谁敢做这个事情呢？啊，只有愚痴无知的人他敢做啊，稍稍这个头脑清醒的人决定不敢劝人从事这个行业可以劝你学佛。你看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劝人学佛，劝人皈依，决定不劝人受五戒啊，那出家就更不必说了啊，绝对不劝人的啊。你要发心出家，他问你为什么要发心出家啊，劝你回头啊，太难了啊！啊，出家就是做佛，出家就是牺牲自己，救度一切众生呐！啊，自己要给众生做好榜样啊！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天人的模范。啊，所以出家人称为天人师啊，不但人间的老师，老师是最好的表率，最好的榜样
他是六道里的诸天的老师啊，天王看到你都要向你学习，我有什么东西让他学习？那么我们现在不管你出家动机如何，你现在已经出家了，已经出家了，你就懂得这些道理，要认真努力修学。出家人一生两桩事情，一个弘法，一个护法。弘法的担任教学讲经说法，护法的呢就是道场里面的行政工作、事务工作。我们没有雇请外面人来做，我们自己做。弘护一体。护法的人照顾这个弘法的同学。在事务方面尽量减轻他们的工作量，让他有时间去读书，去读经，去进修。在事务劳动工作上我们多承担一些，叫内护啊。就像一个学校啊，弘法的是教员，负责上课的，护法的职员，教职员地位是平等的，这个教职员是一体的，关系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古人教给我们教之道贵以专，三字经上都有的，我们相信不相信？我们不肯专一，不肯专攻看到别人学的很多东西，唯恐我比不上别人，错了你要是专攻你出人头地，那个杂修的时候绝对不能跟你相比。专攻的人具足戒定慧三学，杂学的人戒定慧三学彻底被破坏了，他怎么会成就？我们今天佛学院的教学就糟了。模仿学校一些这个课程的排列教学的方法，所以戒定慧三学全无，不但性力没有，性根都没有。这个跟古人教学完全不一样，古人确实是贵一专。你在跟老师学东西，你决定只学一门，决定不可能同时学两门。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在台中讲经教学，他对这个限制非常严格，学生只能学一门。确实有天分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才准许你学两门，同时学两门，学三门没有过的，决定做不到的，而且同时学两门，这两门一定有相辅相成的，这两门决定不是背道而驰的，都有原则。
但是现在人不相信啊，现在人看看别人都是学那么多东西，读那么多东西啊，所以他不信嘛。啊，我常讲的嘛，不信老人爷嘛，吃亏在眼前嘛，他不信呢，那什么法子？啊，《三字经》上的每一句话，不是一个人讲的。啊，累积古圣先贤呢。无量劫的经验教诲啊，不是一个人说的，在中国几千年来祖祖相传啊，这么一个原则，今天我们信没有根，哪来的力啊？信有力呢，就破疑障，破疑破障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决定没有疑惑啊，障是什么呢？外面来的障碍啊，也就是今天讲受一切人事物的影响就产生障碍了，决定不受外力的影响啊，这出障啊！自己的道德学问天天在增长啊！啊，功课可以定个几门，要一门一门的学啊，不可以同时在一起学啊。我们为自己道场啊常住的同修啊，学了这个七门功课。七门功课不是叫你同时学的，一样一样的学啊，贵以专呢啊，先学哪一样这个没关系，你可以选择啊，这个次第个人自己可以选择，不必要相同啊。我们定的七门啊，假喜欢无量寿经，他可以先专攻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学会了再学第二部啊，这一部没有学会不学第二部啊。学会怎么叫会，现在这个标准也降到最低了，这李老师的标准，你上台能讲才算会啊，你没有上台讲过一遍不算啊。他的标准是最低限度的标准，要上台从头到尾讲过一遍啊，这个算你学会了啊。那么我往年跟他学习，在经验当中我深深感觉到一遍不够啊，我在学习那个班上也等于班长一样啊，同学们都很尊重我，向老师提出来，这是我的意思啊，我不能够要求别人，我要讲十遍才算是会，但李老师点头啊，学一部经讲一遍不行啊，连续不断讲十遍啊，这是上一次那个河南开封史居寺
到这边来了，你们大家也都跟他见过面了，他要求出家，要我给他剃度，啊，找得我没法子啊，这赖住了，推都推不掉啊，啊，我给他一个条件，你在一年之内把《无量寿经》讲十遍，我给你剃度。啊，前上个星期打电话给我，他已经讲了五遍了。啊，他说这一年当中一定可以完成。行，啊，你能把《无量寿经》在一年当中讲十遍，你来找我，我给你说。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基本的道理，啊，要有信心。一样一样的学，啊，哪怕一生当中我学会一步，你都是成就；一生当中一步都不会，那就很惭愧了，没有成就啊。那在家同修，老师念佛可以求往生。啊，出家时一部经论都没有学会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大众的供养啊！啊，这个在家信徒恭恭敬敬的四思供养，为的是什么？说老实话，今天我们出家同学三毒烦恼太重，贪心太重了，痴心啊，嫉妒嗔恨心啊，没有放下啊，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也听不进去啊，不肯一门深入，学一样不甘心，别人懂得那么多，我懂得要比他更多，结果到最后是一窍都不通，什么也不懂啊。古德所讲的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他不相信，真的一经通了，其他一切没有不贯通的啊，事出世间法一接触就明了了，不需要学习啊。可是古圣先贤说的话是真理呀，这现在人不相信真理啊，认假不认真，这就没法子啊。所以仪仗永远破不了啊，功夫怎么能够得力啊？所以我们说到五根，是实在说呢，还是在这个五力了，还是在五根上用功夫啊？有根而后才有力了啊，根都没有，哪来的力呢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